猴。刺儿刺儿刺儿，再见，溜了。刺儿刺儿刺儿，你这套完点烟自己跑了，咱也不知道啥意思。套完点烟，啪一个闪现给我闪走了，长得我有点没反应过来。其实我们不用太推啊，这波兵不推反而更好一点。起立，沉默，刺儿刺儿刺儿，起立，平 A， 闪现平 A， 老猴，在我面前玩猴，我套你猴子，哎呦，给我撅死了。还他妈帮他控线儿，还挺膈应人呢。哎，这赵信真挺恶心人呐，没完了，这是我操你哥的，你要干啥啊？要死是吧？想死，想死，我让你死得快点。发疯了，没完没了了，这是。我来这要硬杀我，有起床气，不是有起床气，我起不起床气，他这么玩，他还能玩？赶上我一波就算了，赶上完事以后给人控线，控完线也算了，还又赶上我，又赶上一波又算了，然后还要赶上我一波。今天你俩都别走啊，看看到底谁狠来。我今天不把你这猴给你吃了，给我起立。
我先去插个眼儿去。这猴我要是全技能控到他，其实他能死，当然我得全技能，不会没有全技能控打不死。哎，你敢把好闪现呢。哎哎呀，他没套我点烟，还好他把闪现给摁了。还好他没套我点烟。压了1200，差200块钱呢。有没有屎吃？吃口屎来。压了，我们兵权了。我带个扫描，老猴子，别走啊，老猴子。还好我去了趟总炉。这个我必须得帮他打了，看见没？那亚索来了。沉默，起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闪现口一行，起立，刺儿。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杀我！你俩不杀那个最脆的人，你俩杀个最肉的人，我真是搞笑！团灭了，漂亮！对我是情有独钟啊！我一看，不打潘森，他妈打我！再见吧，再见了，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，我走了。不给你个平 A， 那猴走没走啊？走了，走了，我们再来一波。5-17，2-17。我再吃一层吧，我又可以吃一层了。
我们已经五层了，我发育的其实有点快啊。我看你们谁能打动我。我看谁好使。没有人问是什么分段吗？这么早，我可以说脏话吗？不可以的话，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这猴塔不要了，我的伊西达，我靠，差两下。三项又要改了吗？对呀，三项要改了。没有人我可猜了。那怎么都来军呆瑞了呢？这二杠二十四，那赵信跟那猴，一个傻子，一个哑巴，赶上我。死一边的去吧。你给我起立，沉默，刺儿刺儿刺儿，起立，养着他，口一哈，你不赶上我时候挺拽的吗？控兵线的时候不挺厉害的吗？嗯，小伙子。投降，我一寻思就死我的必投。这种二杠二十五他不可能不投降。